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怎么折叠恐龙。这个恐龙呢叫禽龙，是不是看着非常的可爱呀？那这次我们就来一起学习怎么折叠这只禽龙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将这张纸呢进行对折。再将它打开，然后将两边的沿中间这个线进行对折。这边呢也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将这个向下面折。然后再给它复原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儿折出了一个痕迹，我们把这个翻开，这边这个尖呢和这边这个尖对齐，然后往外面翻折，这边呢也是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将这边这个地方往里边折，这边呢是这个尖对齐，这边呢是跟这个尖对齐，这边呢一样，然后呢，我们将这个尖呢往里边，这个时候呢，再将这两边对折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向下折一点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给这只禽龙呢画上眼睛和花纹吧。当当，我们的禽龙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你学会了吗？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禽龙吧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